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钟表珠宝公司的 Sam Yu。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只 Tubok 的手表，型号是 542CM7170， 配自动的机芯，表面 42mm， 厚度是 10.5mm。 手表的外壳是用黑色的晶钢，抗磨损型的蓝宝石水晶表面及透明的表底，可以一览表里面的精美机芯，表面清澈简单，蓝色的表底配蓝色的皮表带，再配这个接接扣，十分有型有款。如果大家对这只表有兴趣，可以来汉口道近海防道名人钟表珠宝公司找我，我叫 Sam Yu。 又或者大家想知其他的手表，可以 WhatsApp 我。多謝收睇呢段短片，拜拜。